Hello，我是莹莹。今天是我被隔离在家的第五天，一会儿社区的工作人员就要来收垃圾了。每周一跟周四是收垃圾的日子，今天是周一，封了好几天的门，一会儿就要被打开了，想想都有点小激动。这几天天天没事干，每天在家里打扫卫生，刚刚又把沙发罩全拆下来洗了一通。感觉现在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干家务。丢丢已经5天没有出门了，每天我一站起来他就激动，还以为要出去。一会儿社区那个收垃圾的要来了，然后门会给打开一下，不知道丢丢是什么反应。丢丢，小方脸，他们丢丢的斜刘海，杀马特造型多好看！嗨，你好！哇，狗都快急疯了。把垃圾袋拆了。好。哎，它下去了。啊，它下去了！天哪！你等我一下啊！丢丢丢丢，上来上来上来，丢丢，上来！哎呀！丢丢。上去上去上去！上去！你今天一天是不是收了一天的垃圾了？对。我想着就是你说4点之前，然后我想肯定是不停的在收。啊，辛苦了你。没事没事。你是不是就是马上就贴上了？对，就是马上就贴上了。好，谢谢啊。啊，没事。丢丢，再忍一个星期啊，丢丢。工作人员太不容易了，他们一个人负责几百户，像今天这种日子，估计一个人要从早收垃圾收到晚，工作量太大了，太辛苦了。丢丢，知道你憋得难受，咱们再忍几天，就别给人家添麻烦了 ，OK？ 乖了，丢丢。小可怜。